转过去跟镜头比个耶好了。我真的困累了，好可怕。有没有他变笑的？哦，太酸了，不行。很酸哈、哦。对。此生没有体验过那么酸的吧？别跑、哦。好酸啊！酸叫不出来是不是？对。叫出来。我不要。好痛。你们发一个 IG 啊。对，我觉得不好。啊，好痛啊！啊，终于来啦！我觉得要拍另外一边。好痛！哦，这个点，我拍到精彩的，真的。等一下就可以发 IG 了，来。这边好了。嗯。就那个点。对，就那个点。你先换你的，别得瑟。欸、这边比较好哎、欸。真的？因为你这边没那么痛。还是会痛啊。嗯。我换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比较痛。哦。哇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痛！不行。这边可以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你可以常常看这种舒压的画面，很爽哦。好痛啊！爽。你也可以说，我就问你一句，爽不爽啊？太痛了，好痛！应该不是痛，应该是酸。对，就是酸又痛，酸再酸，对不对？酸到爆炸，对不对？对，酸到想要流眼泪了哦。嗯，比牙齿酸还要痛。嗯，我等一下，好痛。真的好痛。筋吗？哦，嗯，好痛哦！哎呦，好像没有很痛。会痛，只是我在冷。这边的就给人家按摩根本没用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对啊，那你不觉得我按的比较有效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们都乱按。
你惯用盐比较偏油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这个是度数很高，是4.5跟2.5。这样尿出来哦。因为它这里压力高很多啊。感受一下。